蛮合适的耶，我觉得。就是新版本的天灾都加有灯，前期强的感觉蛮适合这一套，感觉护士啊那一类的。哦，我这套应该是猛。哈哈，李宁，我要是李宁，救命！哎呦，滑倒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库摩有 bug 哎、欸，我刚刚不能低头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我无言，真的无言，我要回他被板子吸过去。这里有个门，那我在干嘛？哎呦，这张地图真的是白痴地图呢，怎么玩？这张地图好痛苦哦，真正痛苦哎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感觉枯魔有点那个啊，不太好低头啊。他的右线怎么感觉会有点卡视角的感觉？还是我不在雷？哇，没顶到那台车。其实那个25%前面真的蛮多的，如果挂得到的话，25%其实真的蛮多的。哎呦，好烦哦！一直撞到东西，动动动动动。这边好像都没天灾钩了。啊，我应该再多撞一下，太急了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刚刚挂的其中一个人是猎物，所以有点少一层。这是猎物，哇，这别子。早点回到然后会中，犹豫了。感觉又排到美服了，跟上一场有什么差距？上一场的人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。对，我真的感觉我一直排到国外的伺服器耶，现在那个伺服器是不是有问题？就是会排到其他地区的。
那我排到好几场，感觉美服跟那个，你看皮尔，皮尔看起来很像俄罗斯人，那个名字。哇，没冲出去，哭吧。哦呦，有料，好强哦 ，A 大旺，好急。这个的话就不用挂天灾钩了吧？我觉得这个再挂就死了，挂一半钩比较，其实蛮合适的耶，我觉得。就是新版本的天灾钩加油灯还算好用，像现在这样油灯四成就永久，只要猎物不死就是永久的12%惩罚，其实蛮多的。这里有两个窗户，我问他怎么会有两个？完了完了，我想要顶那个。尴尬，我的库姆玩的是真的想吐啊！多一棵树滑不了，这个好像只能硬追了，这个位置不好。油灯猎物也会被惩罚吗？猎物好像没有诶、欸，我记得猎物好像没有，应该猎物以外的人有被惩罚的样子。老哥，你是困起哦？怎么那么大？感谢20个月，确定？这样改流血流很有呼吸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前期强的感觉蛮适合这一套，就能用啊。感觉护士啊那一类的，猛，用这一套应该是猛的。啊，装好。不会吧？要重找人在哪？刚好我记得我有吃晚餐，可是我现在肚子有点饿。他没玩好哎、欸，他玩最好的情况下就是站在那边把我卡住，然后冲到第一下墙。这有个人没挂过啊。
行嘞，这个人没挂过了。So much later that the old narrator got tired of waiting, and they had to hire a new one. EK.exe 降价啦！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，端点外挂。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TK点 EXE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台 TK 点 EXE， 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滴滴滴炸鱼高手。TK 点 EXE， 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